是有点忐忑啦哈、哦。对啊，因为之前你时间越近，你那个紧张的心情就会越高，然后就会越兴奋啊。对啊。那心理上有很靠你那幽默风趣的那一面吗？今天可能会稍微有点限制啊。对，所以可能会让大家稍微失望一点，因为还是一样，还是这个是比较慎重的一个场合嘛，哦，所以我们还是要端庄一点，庄重一点，啊，对。现在啊，是来不及脱，对对对，找机会我可以脱给你看。好，那在典礼上会看到吗？稍微露点 muscle， 手的部分，对。也没有特别练，我这已经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一个习惯了。对，每天都会稍微动一点，啊，有空的时间。那这一次有没有准备什么亮点，每天透露给大家知道一下？亮点，你们看节目就知道。我觉得这一次金曲奖，他所设计的节目是非常适合老少咸宜一起收看的一个节目。我也希望能够。主持这个节目造成能够当这个一个家庭的一个桥梁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应该很少会家庭聚在一起收看电视节目，所以今天设计的金曲奖他们绞尽脑汁设计的这个节目就是希望能够连结家庭的这种隔阂，大家一起来收看金曲奖。啊，最怕哪一段啊？我比较怕开场秀，因为开场秀还要跳舞，因为我有点智障，所以这要跳舞真的非常的困难。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